斑斑默契大挑战。妈妈最喜欢什么颜色？粉色。爸爸呢？金色。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。嗯，不错不错。妈妈最爱什么口味？巧克力。爸爸呢？榴莲。我喜欢吃榴莲，你喜欢吃？随便。还有这个东西。纪念日是节气。八月八日。你们在一起多少年了？18年。买包。你不讨厌买包了吗？也讨厌，没有减肥讨厌，没有减肥讨厌。妈妈最讨厌爸爸做什么？吃螺蛳粉。在家里做菜。你家小孩哪个最好带？小兵。哪个最难带呢？金鱼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 is the far is where I go.